你会等一个人这么久吗？若是真心，就算等上千年，也不过是须臾啊。这世上再伟大的事物，都有一天会灭亡。你救他，那就是逆了天道，必遭天谴。仙凡相隔，命运各有定数。以前是我不懂，总以为守护他便是爱，现在才明白，成全他才是爱。1月28日晚间11点，未来戏剧台3000压杀。